线的中间，然后用右线，就是左边手的线是左线，右边的手的线就是右线，所以用右线。用右线围穿最后这个珠子，形成一个孔，把左线套到这个孔里，两根线同时拉紧，把这个结头拉到珠子里，这就固定住了这个六柱圈。就过这个，然后拉紧，看一下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还是一样，在这条线上再加上这两颗，然后你看一下，它原先是在这里的，就是左线在这里，对吗？然后右线从它反方向这里穿过去，回到它原来的位置。看一下，看见吗？接下来左过一，thank you.
刚才的做法一样，就是不过这个母鱼珠过下面这一颗。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两下了两个，做法还是一样的，就是现在这里嘛，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对吗？所以就要从刚才如果这两个都是从靠挂货的第二颗这上面来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这个就做好了，做好拉紧，这样才好。现在要用右线过旁边这一颗，看见吗？就变成这样子。
箱子两边就对称了。然后继续左线继续过移，这时候做好另一只脚，现在左线继续过移，过这样过移以后再加这样子，然后跟刚才做这边的脚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要过这个竹子，然后过把下面这个侧竹，对吧？然后你把它拉紧，看见吗？这样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灰色的竹子，看见了吗？然后你看一下，你从它的反方向，就是它这个的反方向，就是这里穿过去，看见吗？就是刚才的这样，再穿过去一次，这样拉紧，两边都抓好，对称的，看见吗？这个角度做好了以后，对吧？然后左线继续再过一个绿色，还要往左过一个绿色的，看一下变成这样子。
前面都擦了。都是没有规律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一步一步对好。数一下，一二，一二，从第三个上面上去。第三个，看一下，然后再过第四颗、第五颗、第四颗，再过第五颗，回到它原来。Thank you.
是一样，数一下一二，再从第三个珠子上过去，然后再过第四个，然后再过第五个，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做过一二三，一二，从第三个三四五，回到它原来的位置。这两个眼睛都做好了，再看一下。然后接下来用右线过，这样子过一个，右线过一个绿，然后加上一个红色，这个两个就这样打个四结。结尾都是一样的呢，可以把这个结头拉到这个珠子里面，它就藏起来了。然后你就用你剩下的鱼线多过几个结珠子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剪到多余的线就可以了。